你好，美女，再过来了哟。啊，你给我鉴定鉴定这个金戒指。金戒指？这给哪弄来这金戒指？阿婆子给我买的。咦，这还是个新的呢。我害怕是黄铜了，所以来找你鉴定鉴定，我害怕带出去丢人。哦，那婆子送给你了呗？啊。咦，这好事儿，那婆子送给你个戒指，你还看真假？你这。我都来找你鉴定鉴定，你给我说实话都去了。哦，这啥时候买来的？买了，反正有一个月了。有一个月了啊，你没看还新着了吗？是的，带来个新的。哎，里边还有钢印，足金999，金子没啥问题啊，这滴了，随便看着没啥问题、啊。我给你查查，应该不假。咦，5克多嘞，那婆子还怪舍得的，怪大方的，给你买个5克多的戒指。你说实话是不是真的？那我看着是没啥问题啊，我总不能给你烧一下子剪开啊，乱的。那你给我剪开，你给我烧烧一锅，烧坏了我再加钱换新的，我得知道它是真的。这我跟你说了，我看着都没啥问题啊。那你得给我弄开看看，确定一下。嗯，这我咋给你剪？来，我给你剪。咦，这是个新戒指啊！新戒指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我加钱再换，知道不知道？那你剪开它的意思啊？我得剪开看看是不是真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给我看看，你给我看看这里边掺假不掺？你看你这败家不败家？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？你给我看看这里边有假的没有？掺铜没有？这是真有意思，这新挂挂的戒指你要捡了多可惜。因为俺婆子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所以我才弄的，她给我掺点黄铜了嘞。这剪开里面一模一样，这是真的，这都不假，这戒指好好的新戒指。咦，你看可以不可以？真的都中，我再加点钱，我换新的我也愿意，是不是？你觉得？哎，这新刮刮的戒指你交了都能认，你这是个败家、啊，你这……那你给我吧，你都不用管了，我再加钱换新的，我心里面……你那婆子送给你了，又不是给你要钱买的，那送给你个戒指，你还怀疑这怀疑那，还叫戒指交开看人家、嗯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你……好，谢谢。哎。